好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读唐诗啊。这一首是十四八阵图，杜甫作的《功盖三分国》，名臣八阵图，江流石不转，遗恨失吞吴。OK，韵律啊，三格鼎立。孔明的功勋最为卓著，他创制的八卦阵更是名扬千古。任凭江流冲击，石头却依然如故。千年遗恨，在于刘备失策想吞吴。好，我们再念一次啊，《八阵图》，杜甫。功盖三分国。名臣五八阵图，江流石不转，遗恨失吞吴。韵律三格鼎立，孔明的功勋最为卓著，他创制的八卦阵更是名扬千古。任凭江流冲击，石头却依然如故。千年遗恨。在于刘备失策想吞吴。